你好，欢迎收看9月1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，我是卢宇慧。台东池上今天下午2点44分发生的瑞士规模6.8强震，震央是在台东县政府北方42.7公里，地震深度只有7公里。而花莲县的玉里镇高寮大桥、埔里乡的轮天大桥经船断裂，另外台铁东里车站月台屋顶也发生坍塌，砸中了列车之后导致倾斜，而伤亡人数呢还在调查当中。对面山的那个灰尘都在飞起来，地震！现在主任，他现在找不到工作的人，要找快手。